冯小刚当众教训成龙，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尴尬到冰点。我并没有说不给他，我这是在考虑啊，不能大哥你说什么我们就必须要同意。虽然此刻的成龙已经面露不悦，但冯小刚却并没有想要善罢甘休的意思，而是继续的批评成龙不仅破坏了规则，甚至还毁了这位选手。你破坏了规则了，我的案件你来拍可以这样吗？规则是干什么的？之后张国立眼看形势不妙，便起身做起了和事佬，谁知冯小刚不仅不给面子，甚至还把张国立吐槽了一番。最后冯小刚还表示，他其实就是想给成龙一个教训。我就是想给大哥一教训。其实原本成龙非常的喜欢这位选手，而其他三位评委也果断地按下了晋级按钮，可到了冯小刚这，他却一直犹豫不决。因此性急的成龙直接跑过去按下了冯小刚的按钮，所以才发生了这一幕。只不过虽然成龙在演艺圈的地位非比寻常，但这期节目一经播出，冯小刚的做法还是收获了大批观众的赞赏。但有细心的网友却很快发现，原来冯小刚也曾破坏过规则。可见不管是谁，如果碰到自己喜欢的人，同样会失去理智。简单粗暴是很有效的。